贵的人肝肝主，您的宝肝即将抵达，请查收。真的是太开心了啊！年前人肝工作室又完成了一把巨作，粉象版的十字飞翼。这把杆是来自一位广州的粉丝在2022年的年中订的一把杆，总算是在年前可以顺利的交到这位粉丝的手中，可以说是新年最好的礼物了。不卖关子，我们一同来欣赏一下这把粉象的十字飞翼。底木是粉红象牙木，插脚数更是达到了40叉，外框之外接着为8叉仿牙8叉黑檀8叉仿牙8叉黑檀，底部短叉为8叉猛犸牙，前臂搭配的是十字飞翼的专属镶嵌，这里的搭配紫铜的元素是不是更有一般风味呢？袖套的部分当然也是十字飞翼的特点，这里为了搭配粉红象牙木的元素，特别在镶嵌的部分搭配上了粉色的石板，是不是更有质感了呢？整把杆采用的是 HD 的环，握把为3段式高端的象耳皮握把，握上去的舒适度真的也是大只人杆的首选。这个段位的人杆当然中大轮都是你懂的都懂，并且保护套和大轮 logo 当然也是黄金的元素。